善是跟不善的这个恶业，并不是用物质的这个大小，或者是你的这个地位高跟这个低，并不是这样来判断。那所谓的善是跟不善的恶业，是你的动机有没有摄受清净的这个动机跟邪恶的这个动机来判断为善跟不善的恶业。 我这前面引的引的，没给我这前面引的呀，因为当这给我当，给我当就突然的。就算搞得清楚的，是呢，我当从把那些，那抢救什么？啊，他那让他给三百来免给，那抢救给什么样？他把这点给我，我当抢救什么天数？啊，当然了，这些给我这前面引的引的，没给我这前面引的呀，因为当这给我当，给我当就突然的。就算搞得清楚的，是呢，可能给三的，可能让上网也把这查完影上，可能给三的，给你们别上网的就我当，他给建议别上网的就我，我当直接就买一本，反正就啊，当回三百个，把都没写给那个。 他那个出生的人，只有肯定搞了以后，或者三宝三宝接待，这些人都他们去给我准备别的，都特别的，那什么的。事情当时在中观百送里面啊，如许一个菩萨啊，完全已经消灭了或者舍弃了利益自己的这个动机。 一切都是摄受了利益众生的这个动机，那他的这个行为上面，假如做一些行善，当然是这个是一定有广大的功德力。但是呢，假如他的行为上面呢，看起来也是不善的这个行为或者恶的行为，也是他有一个三巧的这个诀窍的法门，他可以能转变为一切都是行善，一切都是功德的法门。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菩萨他们呢，他的这个心是自由自在的，没有任何的烦恼的这个业力啊，或者是染着的这个动机，没有掌控了这个心事，他的心是非常自由自在的。所以因此呢，这样的这个当中，他的所做的这个行为方面的前行的这个动机也是善良的，那他增行的这个行为上面，他一定是一个清净的。 所以，同样的这个结行方面呢，一定是这个圆满。所以，因此呢，最主要是他的心或者动机可以能这个清净。所以，所有的这个行为都是可以算是一个行善的。我等着研究，等着等，我说的那他就去谢啊，念啊。
这个国家就穷了，到了也那样，可能就每个人呢，他现在呢，可能就一菜单个在往那边去了。就那种呢，就多年个在往那买一块，反正就每个人那样，他就哦，那么可能就缺个土壤，反正就那么的人吧，看这看这就因为他搞长期那把那就养在深圳着去了。양지람게르바든데간대간대옛날삼겐데누가어떤덴덴덴에대해서는거짓세시에제야내초랑좀그냥양다대시에지왕캠부에시에바대간대덴지옛날텐데텐원에지산재교송백가옛날지진주대대송백의텐주어다두전안에송바지옛날맨날성지중주르기태송지기포네그냥지람양다바지가우로두바지지기인삼바어다덴데기지기삼바남다이가토네그냥그랭게가지고천년기今天过来这边呢传授这个佛法，这边来这个听闻佛法，我们有具有这样的一个好的这个机会。那这个这样的这个好的这个机会当中，我也并不是来这边好像是考试的这样的一个动机，那你们也不是应该是想来听一些的故事的这种的这个动机，那应该是我传授这个法门呢，曾经对一些的修行的这个顺序方面呢有接受过的了解的人，我在这边再一次的复习当作的一种复习的这个传授。那曾经不懂得什么样的这个修行的顺序方面呢，可以算是我在这边呢传授这个修行的一个顺序的这个教导的法门。那各位法友们，你们自己方面也是应该有这个想法，那今天天目契所传授的这个法门有没有符合佛陀的这个经典跟这个论点，那我们应该去深入的去思维跟这个判断，然后能够可以如法的这个实修这个法门，我们应该要摄受这个动机，因此呢所谓的用这样的这个态度跟这样的这个动机来传授这个法门。他呢去年谢杰亚斯亚的国高级同什么道理呢，国高级变扎清波经常国高级变一样高来看不清这种在看清的这个有的是因为南军跟希望那个军军跟南军他们就送罗克斯其他的情况我们这种呢론주계지항상뜸받다고대신산질투이자는나이제그냥쓰는것을통해서좀빼나대지이만매백채나나원매백이더니내려와서무나까만매백이찌는주부인나공로찌르나가라찜반찌르유나다시론로찌르서통통찌는로진주바인나이로그누가틀었네아주잘하실까지지금이피스도서통통이는통통해스때티나신드네가랑초기줄라아지시럽게니만마시러와대배기따와매봐준주기까만매봐아텐데지금이두수찍라그니나주지추니야래추시야대난신드네추루야기삼루통통지찌와이나대삼루도누가채워지랑대삼루찌야니빼까레카고인바지랑대삼루도지찌추와이나이빼펜토치고인바다대지인바래서수많은신인들공감을다리이제추수의진이지게나와내마시채는왜니시지야대양와도당시공내시와난신채는거지무슨두수졸라다야게되지다채워져오지와인바안되지三百남다지게토네어떤지야니체지제바있는형뒤에토네개와자와자친구들싸워요이렇게는정말상매게되지랍중나동네에게따와장추비생닝제생각내송교회때대마중바있는형간단히추에니체제바는들어때네간단히승천탐지내세바동네에동네에지조화쇼상에꾸지누가잠이라채네그지니체나로要听闻这个佛法
以及有传授这个法门，这种的机会呢，十分的难得，也是非常的这个殊胜。那几天菩萨在《入菩萨行论》里面呢，如水云，就是如像这个没有太阳的光的这个黑暗，或者是没有月亮的光所照射的晚上也是夜，那或者是没有照射到星星的，如像这个二十五日等这样的这个夜黑暗的这个当中，突然就在虚空中打雷闪电的话，那这个闪电的时间呢非常的这个短促，但是这个闪电的这个灯的这个光当中，一个人可以找到他的这个东西，可能得到他可以肉眼或者也是可以能看到的这个东西。那同样的所谓的我们没有这个智慧的这个光明，没有慈悲的这种力量，没有信心的这个如像相信的心，没有信心的如像没有太阳虚空中没有信心般的这样的这个反复的这个众生当中，有机会可以能听闻这个佛法，能够对这个佛法一个短短的时间能升起一个信心相信的心，那因此呢透过这样的这个信心的这个心听闻了这个短短的时间的这个佛陀的这个教法，也可以能累积了光德的这个质量，如像这个黑暗当中瞬间的这个闪电般。所以因此这样的今天有那么样的好的这个时间，我来这边呢传授这个法门，各位你们来听闻这个佛法。所以这样的这个动机当中，我们以上所讲的我们不能说一般的这种的态度或者是动机来听闻佛法，我们应该要设出一个善良的这个动机。那所谓的善良的这个动机就是能够可以建立空性这个智慧，或者是广大的这个慈悲性这个动机是当然是圆满。那假如没有不会或者假如没有办法建立这样的这个动机，或者是你不会建立这样的这个动机，那最少我们有听闻这个佛法是为了度化一些众生，众生能够可以安置如来佛的这个国位，设出这个动机而所听闻这个法门。好，他学呀的，今天提不送给，他就到路过托什么的，提不送给，人家那个年糕托。쉬야로 드레징세 테인데 아 테네 토마르 나단데 제네 송경게 공치게 나마 네 람름 탐제 람기름 바 간데지 나야 림진 주바데 페 케치슈레스 테 송드 가르세나 드는데 다 만조치다 남주인 다지나 다지 만조 체와 지당 토와 지당 약슈데라 타르두바 드는 거죠 가한 체야요 나도 도슈드고 나도 삽슈드고 나도 자체슈드고 삼네 얘기지 그나 체칭게 더 조칭게 더 오다 대대지가야 근데 이제 예담게 팔더냐 대대지가 돌아 당보고는 런도유 괜찮단 그냥 가시가시게 배제 당보고는 근데 뭐 조야 많게 되게 쓰바래 얘네야 대대지와 얘는 뒤에서 년가 채워래 정말 되게 성공이 아주 남게 좀 봐 간디는 데 냠네 지기여나 양 남기는 거 마산에야 토사는 거야 이렇게 계집어래스. 아 대중생 가르치는 데서는 그는 산재 좀 된 데기, 그네 아 최근 걸로 좀 봐 순당, 그네 돈 천이 대바당 상가 돌지 대바스네 다지. 대게 남자 순 거야 대 강사하게 되지 로데 야 좀 봐 진동 토르 방향이, 뭐다 차체인로 오지라 토르 방향이 탑름지가. 그는 산재기 중국인 것 순수하니까 너는 하기 추해서 내지 중화인도 그는 나도 이제 남기는 건 토산의 마음고 마주가 전에 남기는 건 마산의 야생 고주고 그래서 말이 됩니다. 남기는 당체 내지 림진 주고 이렇게 해주는 거예요. 그래서 今天所要传授的是善称所谓的小乘、大乘、金刚乘、三乘的所谓的坚修的这个部分，
也可以算是小乘、大乘、金刚乘的一个实修的这个要点的部分。那首先，这个基定根波大师，在《意义论》里面呢，如水云，所谓的修行呢，应该是依这个顺序啊来入法这个修行。一般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会喜欢比较无上的这个法门，假如说最无上的、最殊胜的最这个有价值力的这个法，我们都会喜欢。如像大所引等这样的这个法，或者是直接就想要修这个观修这个本尊等这个这样的这个法门，我们每个人都会对这个法门有兴趣。那但是呢，以基定根波大师所指示来讲，就是修行是应该要依照这个一步一步的顺序而这个修行。那为什么呢？因为佛陀也传法的时候呢，传了所谓的经显中的这个法门，密圣金刚圣的法门，以这个顺序呢，主要是这些的法门是一个行者或者是一个弟子能够可以修行所练的一个法门，所练的一个顺序或者所练的这个诀窍的这个法，所以才传了这个经显中的法门跟密圣金刚圣的这个法。所以我们应该是用，并不是说从高直接从最高的方面而去学习，不可以有这个想法。应该是我们从最低的基础的方面而去学习了之后，应该要进入到最高的这个法，依照这个顺序而说修行是十分的重要。네태보송길남길은바세인데편행안전남중네자코카송길사다시에대원하지마인바그러자코송길사다시에대유나그때는난다지계속자학이사실은된게지나자학이사실은그시에나야구를아대마이외변은자격이진다는얘기사실은인지미지시에고야기좀생각해내버려아대인도태보순보대그지자격가순기사실은아직말해하여서는대순가대시에고야지나대순가대마시에바이나그냥지금탈두긴되고토면토바지근데인도태보순보대깨기를바나지지所谓的小乘、大乘密乘的这个三乘的次第那并不像是一个三个国家的一个地图。那假如是一个三个国家的这个地图来讲，举个例子，我住在这个印度，那我应该熟悉印度的这个地图就好了，我不一定要熟悉其他的两个国家的这个地图。所以所谓的三乘的这个法门呢，不像是一个三个国家的不同的这个地图。那三乘的这个法门如果你对没有熟悉三乘的这个法门，你缺少了一个法，那你要能够得到解脱跟究竟的果位是行不通的。所以因此呢，这个三乘的法门呢，我们应该要有想法，如像裸体一样的这种依照这个顺序的法门。对印度。다단데인디송도가가세요태번나버숨세연두딱지나태과세야돼야짜베탄다라고지로야떼베탄다지태연두인디태번데라드네바이예완로지치연두주의태과세야지나는제우태과세야태과리니데인디태연두다주의태과는제우태과니보대라양那边呢，民众的上班，或者接到接到了，农业的上线把线呢，咱或者等那样，俺上去大部分都上班，等这个生长起来，这当俺们的民众的上班是个，第一民众的上班太难，这个拖呢，那就连把几个拖了，两年级，两年级拖了，上了当等这些呢也难给什么。做点看着急了，你就给拉门死，你就让拉上几个拉门死了。对了，你拉门羊死球的，拉门提巴羊死球的，就提巴羊死球的。但这个严重的三八太冷，那些大米都被落泥，羊的羊都恐怕太了点呢。
얘는 다도 코르에 용해내야 탄내 양해랜데를 건강 토가 짬대라 그래서란데 년투긴 대와 얘는 티바 멤벤 대고 어때인데 근데 지금 지난 가서 넘긴데 티바 충무기 에너지 조당 티바 충무기 제후기 티바 에너지 공수물이 그래서 那所谓的小乘、大乘、密乘、善乘，那一般所谓的这个乘、大乘的乘或者是小乘的这个乘，可以算是一个顶见啊，顶见、顶住的一个意思，或者是高的意思，高地的这个高的意思。所以这个乘来讲，它分成了分析的话有两种，一个叫因乘，跟一个叫果乘啊，果位的这个果乘。那首先对轮回的不管是共同的这个痛苦或者是各自的这个痛苦，你了解了之后，你想要脱离这个轮回的痛苦，求这个解脱的这个动机，这个我们基本佛法的名相叫做出离性。所以有了这个出离性之后，才是开始学习四圣谛的这个法门，然后呢了知或者是觉知了无我的这个空性。那这样的这个修行的次第或者这个顺序，我们称为是声闻或者是缘觉的修行的道。这个我们可以叫道乘或者是因乘啊，因果的因乘，这个也可以说道乘或者是因乘的这个法。那觉知了无我啊，无我，那这个觉知无我的这个方面呢，不断的数次的这样的这个锁链灌修了之后，你真正的这个所谓的觉悟这个空性，这个叫做得到的果呢，叫做声闻的果位，或者是缘觉的这个果，我们可以说是罗汉的这个果位。所以因此呢，在小乘的这个乘里面，也是一个是因跟这个果可以有分成两个部分。好，啊，听得我听得懂的哒。年头给提拔，让三姐给提拔上来，那看到样，提拔穷女给男当，这位天天姐，托把钱罢了，当不很难干的工作，但如今，只有穷女给呢，老实也就干点重活的也是。那无论是声闻或者是缘觉啊，这个两种的这个称。这个不管是这个他们所修行得到的这个果，小乘的这个果，要能够可以得到小乘的这个果呢，首先我们必须要建立下士道，下士道的这个方面。刚才才能把那他们的年头给提拔堂，然后提拔是哪个样呢？提拔穷人给这个托拔了，或者接着吃掉了。你分钟的逻辑构的生命率，可我觉得接着了，年终的逻辑接不接罢了，托马的卡斯那些年送的东西来继续打个逻辑，你把东西的逻辑给累死。那刚刚有讲到，就是无论是声闻的称，或者是缘觉的这个国位，或者是说这个小乘的这个道的法门当中。首先要有对这个轮回，不管是轮回的共同的这个痛苦方面，或者是不共各自的这个痛苦方面呢，了解了之后要有这个出离性。那首先这个出离性是来自哪里呢？如何能够可以升起这个出离性？出离性呢，必须要先对三恶道的这个痛苦方面要有恐惧感，才可以能升起这个出离性。你送给东西了，你就先准备给落地。주라제와이나테네텔라테네오다니송마인베토리게테네지데지당토리게테네벤주롱주제톱고운두아데토바라제발라테네지베나아삼바펜샘테네지조원진바라소바오다테네게람제벤주고운두삼베게테네심지제유레스테네심젠게게테네감사테라지우충무송게테인두테네다보른거제게들한데취식이나나로추순로와세한데소우드네지
俺这个三八看天的就当完那样，第三八的啊，他那年送给东海人执行站呢，土里给带我团结的三百多呢，那就现了那把棒，现了偏把柱，在那些他那就肩膀当完，这种送完。我到天台个三百几穷话人呐，因为落去是送话的，也送不了天台。就那他不去一些个呢，落去送的话是样的，做过天台就啊，就穷个天台，那么阳台我就觉得接我起来，嗯，接。Yes。三奥道的这个痛苦，三奥道的这个痛苦方面啊，起了这个恐惧感。那之后他就会想不想要受这个善恶道的这个痛苦，应该是会求这个善善道的一切的优点，无论是善善道的这个财富或者是快乐等，所以由这个动机求预想或者是求这个动机了之后，他就开始心里面会摄受一些利益他的这个所谓的善良的这个动机。那行为方面呢，会做这个布施等一切的行善。那这样的这个修行，这样的这个行善呢，我们可以称为是下士道的这个修行啊，下士道的这个修行。所以在这个甘博巴大师的四个法门里面，首先就是心向啊转这个佛法，心向这个传佛法。那这个指的就是啊下士道的这个动机，或者下士道的这个。修行，那就是对这个善恶道的这个痛苦呢，起了这个恐惧之后，想要求这个善善道的这个果位，所以求这个善善道的预想之后，你做这个善良的这个动机，然后布施等一些的这个行善，那才是一个所谓的根本大师讲的四种的这个法里面的第一个，就是心向佛法，心向转为这个佛法，就是一个下士道的一个修行。对的，他天天给几个穷人给的那些啊，三百多落江来，哎，那个当地学校给的那些啊，提拔年头给提拔，提拔人家给提拔，那提拔给一万些用，告诉提拔穷人真是，干啥的出家用，告诉那几个人真给讲的，现在提拔了没呀 ？Yes。这个就是所谓的。下士道的这个修行的这个部分，那如果称所谓的大称小称来这个称的话，我们可以称作小称跟这个重称中间的这个重称，但是实修方面来讲，这个实修的这个修行的动机方面来讲，我们可以算是一个下士道的这个动机。那这段本来提拔年头的时候，对他南京人自己哪条子参加这个？这些呢，我那研究这些呢，像去过过切场的，我说参加推荐营的时候，过过了就开营队。那年头时候的看天了就有嘞，什么菜呢？那年头时候的，本来可能人多些呢，可能个三路看的就有嘞，什么队？等下可能冬天了，通呢，几扎几来看。两个人代表原天通用队，带了带把通队的落雨队。내심층게되는라지배자친구내가진도맹케나텐테게강사지연아내가그냥연투게레이송그나텐데텐테게강사지기그니아코랑게지당부삼바나신전에그로찌다제다라지로로대내야지탈고군도삼백이로지찌찌네대탈야게체도배전체배전체네대우통롱겐게르지라그는연투기대화스다때연두텐데기연투기대배기강사대대당되는지다보주식이나생각이나그는주의남들로와서야되나가되는거예요所谓的这个声闻声闻什么叫这个声闻呢那可能是我们有一些是可能真正的自己就是一个大圣的修行者那有一些呢只是记得自己假装我自己是个大圣的这个修行者那所谓的这个声闻的这个种性或者是声闻的这个想法是什么呢
他对于这个三界这个轮回的，不管是共同轮回的痛苦，或者是不共的各自的轮回的这个痛苦方面，起了这个厌倦，所以他想要求这个解脱的果位，解脱的这个果位。那他的这个动机当中呢，没有想要利益去这个众生，他想要利益自己的这个动机而所修行。那这样的这个动机，我们称为是一个声闻啊，声闻的这个动机，或者是声闻的这个种性。所以刚刚前面所讲的一样，对于这个轮回方面呢，有不管是对于轮回的共同的痛苦，或者各自的这个痛苦方面啊，了解了之后，他想要求这个解脱的这个果位。然后因此这个方面呢，去如法的努力的勤劳去这个修行，得到的这个果位就是罗汉的这个果位。所以因此呢，这个就是所谓的甘博博大师四个法里面第二个叫做所谓的入正道。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入正道，那就是所谓的声闻的这个罗汉的果位。好，那样提拔松些为高了，让这个提拔生对他那些样那么准，那就松堂接了让这个人是要干啥的？看这些果位是呢？那谈这边呢，年头的人些为高级。好我能去找这些电影，这些娘带了团结有电影，心情行动了，这些准备了多面看，送过地图了，这样子说说让你几乎那边把他的了电队员看，地图呢，这些拿了河边当，拿了南端看的，那么等等等等，有时呢先对面看，那么上等看，啊，这些哪些车哦，我当哪些？电池等联系老设备拖了，那些开发人员上面阿姐有点干，我到等那个样子，切球上了嘛的原点出，让你等别个看啥个日子了，就当等你提拔，上届个提拔个等你这个看啥送给我也是。那讲这个善知里面呢，那第二个就是所谓的圆觉，或者说我们叫独觉。那什么叫做圆觉的这个种性？那就是跟前面声闻的种性是类似的，它也会有三界轮回的这个，不管是共同的这个痛苦或者各自的痛苦方面呢，了解了之后，厌倦他想要脱离这个轮回，他也会想要求这个解脱的这个动机，他也是不会想要去利益很多的这个众生。他想要利益自己自己的这个动机。那前面这三个是跟这个声闻跟这个缘觉是一致的，但是到了这个缘觉的时候呢，还有增加他一个人，他一个单独居住在比较一些清净的这个地方或者森林里面来这个修行，然后他也会保留这个秘密或者不泄露，不管是他所依止的这个善知识或者是一些上师们，这个保留会秘密。然后还有一个会有他自己是一个所谓的觉悟者，他自己是一个成就者，会有这样的这个傲慢，所以大概有六种的他的这个特征。那这个具足了六种的特征，我们称为是他是一个圆觉的这个种性。好，他听这个等于让这个提拔是要给他康萨提两年太阳。那就他不能够这个，他当地，去一个男生，这玩意呢，你把，去那么多，是听男生一把的。第二对，这当去那么多啊，是这个那么多，是的，看的这个那么多过的，是对，他呢，去看的那些这玩意那样，他因前面就提拔起不那么多送给嘛的。第二对，看的样，可是冬天呢呀，他的心，两个人特别空旷，特别的。남든것도같이지고그랬어하여튼데소명은누구나변한년토요당랑산지에게드니티번얘기남긴양년로지이는니가기코로와라쪼에게민중기로찍당그네당미기퇴라곰댕겐기람지인두디람디니라떼네그네세번가송그외둥해라야전에시원양년에대로공방다내급기시원타두기시원다개말이되는내급기希望着我就突破印度，那天天的就提拔你的，让给娘娘给说得了，那就让得着我噻，就是。
以上所讲的就是所谓的圆觉，圆觉的这个道，或者是圆觉的身。那这个实修这个法门方面呢，就是甘伯伯大师所讲的法入，法入呢这个正道，那就是跟是一样，第四个法里面第二个啊，甘伯伯的四种的这个法门里面第二个，第一个是这个所谓的心向这个佛法啊，心向佛法。那第二个就是法入这个正道。那这个法入正道的这个不一定是一定要有，就是所谓入为大乘的这个法门。那所谓的正道呢，就是可以说是远离轮回的一切的这个痛苦，可以能得到这个解脱的这个佛位的这个法门，都是可以成为是入正道。所以因此呢，无论是声闻也好，缘觉也好，这两种都是可以对升起了轮回的这种出离心，然后观修无我，无我的这个空性，所以他断灭了一切轮回的痛苦，他得到了一个涅槃。那这个涅槃并不是一个究竟的涅槃，那是一个短暂的这个涅槃，但是呢，他也是远离了轮回的这个痛苦。所以因此呢，这个就是所谓的法入这个正道。提过清波是用对，但是咱们当几天送东西，工资给拿了。那他咱的年头给提过的，年节给提过你了。提过清波是，上学生被提过的了。提过清波是用对，但这个提过清波的，出门也给七分钟的，到做卡那个团的写过的送东西，提过清用清，甚至用是，到做过的那些，上学生甚，这把有名的团的，提过清用七分钟写过的送过来。那接下来是第三个，是要讲这个大乘。那在寂定根本大乘呢，如水云啊，声闻跟缘觉这两种都是称为这个小乘的这个法。那菩萨才是一个大乘的这个法门。那小乘跟大乘的这个差别是从哪里啊？什么样的这个差别呢？就是最主要是动机方面。如果有摄受了这个发菩提心的这个动机，称为一个大乘的这个菩萨。好，他讲这个生结巴生的啊，等于大部分不这个去这些个男的，算吧，男出巴生娃生的嘞。等于男出巴生娃生的，天出巴的卡里龙文正结果为啥呢？但是男出巴呢，只有全部当，只有人一个干的。가르송요래생도생체인게되나준도매바세야기생로직시행으로생체인게되나무가와세야지나랑지구에되는지금콜레동에내야털부분도300로직디로되라로추와송거예요태인자아장주생체에서나한테간다티와챔부에게되는남직갑라아남기추와남기미툰비추어대아되네란이시든데로로되스된자란이시든데베기로데파돈네그네남가다님베신제방제그네남신산제기공방제토와제구노삼베기되니베생축친구제랑생자친구제와제가그네대과친구생제예수말해所谓的菩萨的这个发菩提心，那所谓的大乘菩萨和发菩提心，那就是根本法的这个四个法里面呢，就是第三，就是法消灭这个迷事，法这个消灭迷事就是第三个法。那就是什么叫法会消灭这个迷事呢？前面我们无论是声闻也好，缘觉也好，它的这个动机就是要利益自己，他没有想要利益起这个众生，有一个自私的这个动机。这个就是对于大乘的菩萨的这个观点来讲，这个动机就是一个迷失的这个动机。所以因此呢，大乘的这个修行法门当中呢，消除了这个迷失的利益自己要求这个安乐的这个动机消除啊，所谓的断灭了之后，舍弃了之后呢，就是他要遍满虚空的一切的这个众生，那愿能够可以同时安持如来佛的这个果位，摄受的这个动机叫做这个发菩提心。
那就是心胸比较这个广啊，或者是你的这个目标呢比较这个广的部分，我们称为是个大圣的这个菩萨，或者是大圣的这个发心。啊，对，现在本来心结巴心的，啊，这趟我做团结，恐怕给每辈的心结三个结巴，几乎就是快要没了的心结巴心。心结巴心的，听听到的，南军马上做个心的被苦多不，家穷穷。근데지인도당다장축비쌤세야때그네지소속의쌤이나온수지랩터바이나그네쌤데남주인데면데와바자친구차와고양보차와답해지남카다님의쌤쟤탐지기내도창문흉통캔남카다님의쌤쟤탐지기내도그돌아상당통캔으로차용도그네대가수그네장축쌤쟤쌤바자친구쟤바지라那升起这个发菩提心，那这个所谓的升起发菩提心，并不是说曾经没有一个的曾经没有的一个新的东西啊所升起，并不是这个意思。那所谓的升起发菩提心，或者所谓的升起这个发心呢，那就是平常我们的心比较所谓的自私，或者是比较狭窄。所以我们这种的这个心态呢转变为摄受这个广大的这个发心，你的心胸要扩大。所以因此呢，你想缘起的这个对境，就是偏满虚空的一切这个众生能够可以得到这个安乐，那这样的一个心胸扩大，或者你想的这个开，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发菩提心。他等这个讲究给三个太阳，他们就知道可能是把业用对可能没法依赖这个长久生吧，长久的生死呀，这个。但是我那个用完难的结尾的，那长久的生死呀，那个是你用的。等于对，啊，对了，那变着我经常讲的送到开始，不新的，那宝贝的，主要用完难新的，长久的生，这当，不新的宝贝难了越白，不新我们的主要用完都，那长久的生，就等于那个你送的，等于对。啊，他就拿着我钱了，他拿着写，我看了把写呗，抢救的生了我钱，就拿抢救的生了，没法子用钱，我就借了我钱了三百多，借了，没那么讲钱的呢，然后用钱钱，但我呢趁你把你借图用了哦，对人对，他天天过去，然后借我当，没法借呗，抢救的生得了，他其他那个钱了，他把钱不要给我拿了呀，最后咱就拆个月出来的，一那样，我就用完拿了呢，所以借呗给抢救的生了嘛，用什么用的？你不行的，主要你往这个抢救。所谓的这个发菩提心，如果分析一个是一个愿望或者是愿系的这个发菩提心，一个是念心方面真实所升起的这个发菩提心，可以分为两种。那愿系的这个发菩提心跟这个念心而真实所谓的升起这个发菩提心两种呢，一个比喻来讲如像，一个是所谓的甘蔗的这个树的这个皮，你只是吃到这个甘蔗的树的这个皮要得到这个它的这个甜味。那真正的所升起念心所升起这个发菩提心呢，如真正的吃了你的甘蔗的这个所谓的里面的这个甘蔗的这个甜度版，所以就他个人方面来讲，就他也是一种的这个所谓的欲望或者是所谓的需求这种诚信的这个发心。那我们没有办法真实在所谓的这个升起这个发心，有终要升起这个发心十分困难，所以我们只是有多发愿，愿能够可以升起这个发菩提心，愿能够可以建立这个发菩提心。那这样的这个升起一个发心，或者是这样愿望或者愿气，也是可以算是一个大圣的这个行者。那但是呢，如果能够可以由衷当中可以能升起这个建立这个发菩提心的话，它的功德是无量的这个功德，如像你真正的吃到这个甘蔗饭。他提过前辈长久的生，生意不拉谁啊？他娘娘哪个最结尾长久的生的钱呢？真的。提升的就是接触，但我那个过去，升接吧那些，
拉链搭特别的高，特别紧，把电影站啊，他那他那他就三节给他那多的那种松多，每栋背面错了那么些子，本来就你说南面来说吧，南对阳新前线段的就配不有呢，被江南把他的背面给他那岗位给错他的那个把就赶紧抓紧的就把南线给，他这个印度员给你拆掉的松多，我到电影里啊，太太为他那就抢救个神经。가두주제와있는데뭐냐지티바친구바로두바어다지아티바친구에서는거지맨든인송되는지자기열에스테인되는지티바치중지를승진인송해야돼다들내지기도해야되는것이나겠어아大圣的这个发菩提心，那就是如果在自己的内心当中啊，真正的可以能建立这个发心，那就是所谓的行为上面，你自然就会做一些广大的这个行善的这个法门，我们可以实际上可以能运用这个发心。那在许多的这个经典里面有如是云，假如是摄受了真正的这个内心的这个发心的这个菩萨，他要到度化，他要到这个地狱里面要去度化一些这个众生，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厌倦的这个动机，如像一些水牛呢，它在水漂流在这个水的这个当中，非常欢喜娱乐伴，所以一切诸佛菩萨也是要到这个地狱里面度化众生，也是一个欢喜的心而去这个度化，没有任何的这个厌倦，所以因此呢，这是内心真正的所谓的由衷升起了这个广大的这个发心，它是一个真实的所谓的具足了各种的这个。提醒或者是一个象征的这个所谓的大圣的这个菩萨，所以因此呢，这个才是所谓的小乘跟大圣的这个差别，就是从这个发菩提心开始这个建立。我听到现在他提拔其中给提拔的圣洁的送云队，圣洁的可能也往艺术吧那些前云队，非常的我让做看到的是他接了三节中间的一个那些点吧。아드네인도등하송제아드는것은그게전에보지는그주남주에서야기양면친구강사지인도내나라한쪽에제약이최대티바친구인박이한게매와인박이변한것은뉴스는누가서시와가게면제락과쌈지장내바탈을편주는것나좀매에게나나드네나산티방자고나도요나칼안된데사초그래근데사초그말해매에된데지사고그래就那么点的是结果嘞，什么这些结不结的，得不结缘呐？第一得不得？我们吃饭那点跟这个，我得把结果给拿出来嘛嘞。我那搞的结果是那第一得不得呢？那先把男性给拉来打了，那边这边拿出来呀，找土嘞。什么第男性都，那是就娘们结呀给娶的，提拔亲属给娶一辈呀，听你嘛嘞。娘们结是给男的，那是准备给过。이나이제산재기딱산재기때문에그추유근쪽에때문에송락견대근쪽에때문에지금견대뇌백이될수가있지게나와서되네안들지로대바이나야소소랑규모에되네지아티바친구세야지나어다되지차마두바이나내가야내편바이바래대인자아되네이제중갑에되네장주남는친구는뇌송도가가세추유티바친구이면내벤치스강사티바친구이면차고뇌송도가다되는데소소랑노연에드네지티바친분세니바리드네차도야배송소고예스因此在大圣跟这个小乘的差别就是从这个发菩提心开始，那这个发菩提心也是分析的话两种这个发菩提心，那我们可以算是经贤宗法门跟密僧所共同的这个修行的这个行者，我们可以现在说是我们是修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个修行者，但是你不能说只有是你接触这个法门不一定是你是一个大乘的这个行者，就是说这些念心而去观修才是一个称为是一个大乘的这个行者。像这个齐天菩萨齐天菩萨呢有讲到
就是如果是一个人得了这个病，不管是胆的病或者是各种的这个病，你得了一个病，然后你拿到了一个所谓的治疗这个病的一个手册，那这个里面有详细的介绍说你得这个病的时候如何去医疗，那什么样的方式来这个防这个病，要吃什么样的这个饮食，它详细的这个介绍。但是你天天读这个这个手册里面的这个内容，不一定是会治疗你的这个病，应该是这个手册里面所讲的这个内容，你应该如法实行才能够可以治这个病。所以同样的，我们自己成为是个大圣的这个行者，或者是你接触的这个法门是大圣的这个法，那这个是对我们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利益。或者是你天天都是在不管是佛法身三宝的这个当中也不一定是对你任何的这个利益。那最主要是自己的内心方面如法实行，才是你成为是个大圣的行者，这个才是对我们自己有这个利益的。所以因此呢，中国佛大师在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如是云，法大圣没有任何的帮助，主要是行者自己有能够可以修为一个大圣才是一个重点。所以因此呢，我们要念心要摄受这个发心，实行这个发心才是一个重点。他听着我的那提拔全部拆下了，那就唐伯虎那个东西当时学完南京给北京抢救的时候，曾经把这个南昌街头也看过了的，因为呀通过了的那个过程当时那个东西不行给的那包括一个抓南京给抢救的时候，没把一来七八是要提拖了样多的过来，因为没把一来七八给抢救的时候是要提拖了多的七八来呀，唐伯虎那个东西把街头也得是过来看过了的，那因为刚才我们给的那罗中团队们那些送到就那么跟着自己讲的事，就那么跟着自己讲的抢救身边的而且蓝娘水连队员给你扛下经营了，唐伯虎呢蓝七大外星的娘水连吐马的是那人就通过了开口是呢这个都能讲过的那等于那种男女跟那些做完之后做回家了，那这个三节去做了做完了那个团呢慢把他就被给抢救给生了，那这那这段技术成绩越来越好，那等等等等，现在看到这通话人，俺就这也哪能就用的，就那么卡里人家这一样，因为卡里人那样，参观了等等，这个同等讲也是开钱过来，这个同的讲用的卡了的空路的，卡了的空用的告诉，那接了就那些卡给落个300个、300等等，很多忙着为那些人心的利用的，卡给等等人心的利用的，那三路人提出了个人心的利用的，那等等就越把用的。你唐伯虎说：“这个同你讲，这个同你讲才会给接了。你把三百同你讲过嘞。”那成为一个要如法的一个大圣的这个行者，就是以上所讲的，我们应该要有中有升起这个法菩提心。那但是呢？要如法的呢，故要有众生起发菩提心，也是对弟子来讲十分的这个困难。那这样的这个当中，就是以上所讲的这个比喻，就是我们从首先在这个甘蔗的这个鼻方面，去熏这个甜的味，甜的这个味，味度瓣。所以我们从首先呢，就是这个发菩提心方面呢，这个欲望要这个诚心诚心方面来这个观修。那这个诚心的升起，这种的诚心发心的这个诚心，也是并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能这个建立的。所以在甘当派的这个修心七要里面呢，如是云，所谓的要你想要修，有欲望要修这种的发菩提心的这样的这个行者，首先我们可以从文字方面来这个练习一些的仪轨或者是文字方面的这个练习。所以我们平常仪轨当中都会前面一定会有所谓的愿发心、行发心等这些的这个会议发心的部分。那这些方面呢，我们不管是任何的修行或者是任何的这个行为当中，我们都有习惯念这些的这个会议发心的这个句子或者是这个文字。那你念久了熟悉了之后呢，你自然就会口头上
就会熟悉，你就会背起来，自然就会背起来。你时时刻刻口头上都会念出来。那你的口头上已经习惯了之后呢，你的心里面啊都会容易会建立这个发菩提心。所以因此呢，我们首先要从文字方面要熟悉，熟悉了之后呢，口头上要这个熟悉这个所谓的发心啊发心。那熟悉这个口头上熟悉了之后，才开始要修心，才是十分的这个重要。啊，那三百多年讲说呢，对，哎呀，这大把的那些책집을로내가잠많이봐요참참책읽어야돼반참이잖아요책이된다하게돌아야고쓰는다네어다지남가다님의성제담제남제산제의사람그두가지지리이삼배양의양도된쓰는다고그래송발에아된대쓰는다와이는지쓰는장래마도내가강의마제와이는근데편도에서개연결해왜생들때라되는사람들이잠방금은대송도옌편래라투매장대이삼바따로차강나대이노여가때라되는就说等于你啊，现在我要说大姐，谈到人时间，他们就三节的啥个骨头啊，跟牛巴的，马上说了有买嘞。谈到人时间，他们就苦味东西的脚头啊，跟牛巴的呀，马上说了有买嘞。一那样啊，你要听的是几个人三百个身边养那样的出来接头啊，接小事。等到我甚至接完，那咖喱片都有嘞，甚至他那。강가대일로여봐서강사수지가된대이렇게섬슈친구지여봐이나그냥마음보다가래가래섬슈대일제수룡하게되네지용불당룡하게자와양대초라그냥로트그래했어땜로트가지종인이모대라그냥섬제이샹다라양그냥도도가지무슨중요해서말대인들아대인남주너에서라랭을쇼마도가이나양야지생기장무배장어다된대인로지제용들그냥대제라내몸에게자주겠으면생리바지주로제트와있나단지쉬바나진진의거지아아남주변에자주선바서든대신장도선바와서인데아니지로고친구인것들도신명도변에너와망부승진망장도내상관짭투사말에선배승쉬바맹기어산지의공방토야라대수가와망부인건로운도땅가대수대가생긴거나나비경사말에서말다오어다장축의선배에게는이제장축의선등때문에양의제구요는응고진바탄구운도라바진바탄구운도라소바다고다대인등의텐수지도사말에선배에게텐수에게성축차야해봐텐수가를내이는그제성축에게차도에수만한제료다대인들강달에는이제토마르쥐는측이장발도쥐는매배장타마쥐는던지는응고수만에따도가다대인들다대게내다구역의추세계난에람추라스와세야대대인들양띠람추라스와세야대라양먼저티바친구인도길람아되는추라세야티바친구나아길람아되는추라세야대인들단다디람추라스와세야티바친구되는지인도에되는장주교성당돈이게따와라되는람추라스와세야대순간이다思维这个发菩提心，那就是首先我们要透过了这些文字跟这个句子方面呢，多多这个练习，要这个练习。我们呢就是说的成为一个佛教徒，我们要利益一切这个众生，要希望能够可以度化这个众生，等要摄受这样的这个。化愿愿力，那我们天天都是只有摄受我愿能够可以度化一切众生，愿能够可以众生这个安乐，那这个有效果吗？这个可以能真的可以帮助吗？那这个部分呢，这个弥勒菩萨呢如水云，我们现在那就是你没有这个真实的这个能力可以能救度一些众生的痛苦，你也没有这个真实的这个能力可以能众生可以安持啊如来佛的这个果位，但是呢，你可以现在就是对于这样的这个动机方面、这个想法方面有熟练，有升起这个这种动机或者这个想法，所以因此呢，你的这样的这个想法方面呢，不断的这个练习熟练的话，你的这个心会心的能量呢会不断的这个增长，所以这个你习性的这个能量这个增长的时候。那将来的你的身体方面语言方面呢会顺着这个能量，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有一天呢可以真实可以利益一切这个众生，这个是
弥勒菩萨的这个如水云。所以因此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能力暂时可以能度化这个众生或者利益这个众生，但是我们首先透过了这些文字法门啊，多多这个练习锁链这个心态。那平常我们所谓的叫做菩萨啊，在这个藏文里面叫僧巴啊，菩萨这个僧巴。那什么叫这个僧巴呢？就是勇敢的意思啊，心胸非常的这个勇敢啊，勇敢的意思。他勇敢什么呢？就是他不会说啊，众生无数无量的，他没有办法度化，或者是今天要度化众生的时间特别的长，我没有办法可以能做得到，或者是要修这个菩萨的这个修行的这个法门，必须要布施我的手脚或者拖的身体的这个肉体的这个部分，所以我可能做不到，没有这种的这个动机，没有这样的这个想法，他勇敢的可以能度化这个众生，就是称为是一个菩萨。所以因此呢，我们在无论是在修这个菩萨的这个动机和情形，首先我们透过了一些文字方面来这个熟练，然后呢，最后呢，我们口头上有这个熟悉，那最后我们要在心里面来这个修行，才是一个十分的这个重要。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根部法里面的四个法里面的法，消除这个迷思啊的部分。所以这个法消除这个迷思的部分呢，有两种，一个是所谓的小乘的这个法门的这个所谓的利益自己不利益这个众生等这样的这个消除。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消除所谓的我持的这个无明的这个烦恼，就这个空性的这个三巧的这个法门。好，啊，今天提过前面的两点人班，一般在我这个考试呢，三个多就提过四个，等于你那大部分不这个去一些个男的，一些吧，男出发是老实些，啊，男可能出发一些是老实些。这人出发一些人吃了生对呀，这当那种的，他这可别那个生前长么的，那这来个希望都出得吧，来太阳，可让那人往没吧，牛毛被希望都出得吧，牛毛把太阳人往没点开，早晚马里过来出得吧，行吧，这人在这印度啊，他呢，他这土生我们这块的，让这马里过来出得吧。当真马里巴塞呀，太阳，那时候谈到不就是我马些话，当天热出来，看着看着有没大些马些话，就是马多呗。没事个，那是当真生个得了，过了热出远去，老婆人穿着拖点去，我那就忙没工作忙不起，远去，那就看有马人吧。忽然间可是啊，牛巴没去，忽然让出没得去，我那等得就印度看到人，等得就啊，出个马里巴。我的话呢，大姐姐，大姐奶奶，我到也有三个个宝贝，三分钟就送一个，本来接两个做两个做了，现在给拖了，也奶白人呢，主要也是做小拖的，也是，他看到了呀，那他不去接个拖了，也行嘛，然后送过来，也是。接下来是第说的大乘的这个法门里面第二个就是。密僧金刚身的这个法，那密僧金刚身的这个法门如果是根部法的四个法来讲，就是最后第一个就是迷思现为这个智慧，迷思现为这个智慧，那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众生都是我们没有自己可以能自主的，一切都是顺着这个业力。那这个业力来讲，业力本身也是没有自己可以自由或者是自主，它也是顺着这个烦恼走。那这个烦恼来讲，它也并不是一个自主独立的，它也是顺着无明而走。那所以这个最后呢，一切都是到了这个无明，无明才是一个基本的这个根。那无明就是我指的这个烦恼，我指的这个无明。所以这些呢，我们没有去严格的去判断，没有去思维这个当中，好像它有这样的这个强烈的这个味道，强烈的这个味力。那这个无明呢，非常的这个有强烈的这个味力，能有这样的想法。那事实上呢，它没有说这个无明没有头上呢长了这个角的这种的药罐，因为它也没有手上拿了这个武器。他也没有有很多的这个军队的围绕着他，那我们严格上来讲，
这个无明本身就是没有一个自主一个独立的这个东西，所以这些方法我们去深入的去研究这个思维的时候，那这些都可以能转变的。所以因此呢，有转变这个方面有许多的密圣净光式的法门，无论是升起自己的法、圆满自己的法门等，一切都是有这个迷失的这个心态转变为一个智慧的善巧的这个法门。所以因此呢，用这样的这个法门，就是所谓的根本佛大师，就是迷失现为这个智慧。他现在人的当机本来唐波，现在决定送过送把那些南唐些人进入过来送把那些人的啊，现在他们那是马上送到这些呢。那南唐这个土蒙江浙的东巴学完呢，我住的，看到这个叔叔这个东巴，在那些现在就抢救生这个东巴，在那些到三亚个忘了说学呢，看到现在这些人的本来我都变着去吃些，为呢没去，他们可能现在这个。Jakab jigi mei ban sumber jiwa la, jakab jigi paas jiso. Ini dia mei dekoh cilo la, yurko zongcham dekoh jin zong guyu na, kau dia tuan ni, ini tanda dia ta, tongchen je shugu le. Dia top sebab jila, namju nangan do cuy agi, lakshir jigi ta, dia sum de, aku jigi mei dekoh yurko zongcham jiwun doya agi ta, cacing tangbu sum dekoh cha dekoh guyu. Di nangsih ini tuan ni ngansu kadang dia ta, tangbu kongne.也听得见，上级军队的技术设备，刚才那么大的几个人是呢，这里发生了因为江浙东北的雪，这里第一节啦，那第三节军队的技术就把怎么子，军队的研究跟哪里呀？那提拔全部是几个人是呢？那抢救身边东北的雪，跟那抢救身边东北，跟通县那些雪一套。这里第一节啦。第一章就什么么呢？哦，当俺三九九年那个研究个哪那样，多的俺他们这两年前个干啥的，前个一三百多呢，三个个的呢，进口了学呢，往里头学呢，看到了是南州南州出来，估计真恰上个月的话，哪现在恰的话，因为俺们这边呢，巴士月话的，通勤月话的，南州个的呢，这段的真的月话，几乎个说说两年都是个念头来没多少人吧，他这样子，估计腾出白酒钱呢，我也说南州那个学呢。那些清白人呢，说说让你广东这些个那头个不留头个那些人都，那你刚才看那些，说他给他呢，东北江浙徐化这样朋友有嘛嘞？江浙身边东北徐化怎么样朋友有嘛嘞？三亚个东北徐化怎么样朋友有嘛嘞？这些人都，那人百姓都看那些，买给他呢，江浙个合家呢也送的，那些广东这个江浙身边个那东北合家，我到底那些个三亚个那些东北合家把说出来，就不会有意思。刚刚开始有讲到，就是基定别国大圣呢，如属于修行呢，应该有依照这个顺序啊，如法的这个修行。所以我们要修行的这个顺序来讲，首先啊，一切的啊基本的这个修行的基础就是皈依，要领受这个皈依。然后才会进入到有大圣的这个法门，要领受这个菩萨戒，然后进入到密圣，要领受这个密圣的这个灌顶，要具备这些的这个顺序。那这个修行的这个顺序呢，如像一个国家的人要到另外一个国家，那就是你成为这个国家的一个人，你要到另外一个国家呢，你先要办这个护照。你办这个护照了之后，你要去办这个签证，要到那个你想要去的这个目的地的这个国家的这个签证。那拿到了这个签证了之后，才是你要去买这个机票啊，这个机票。所以因此呢，你成为一个国家的人，你要到另外一个国家呢，必须要具备三种的这种手续。那同样的，我们这个修行也是这个如此。那你要首先对这个要到的这个究竟如来佛的这个国位，或者是能够可以证得正觉的这个国位，那就是首先你要如像这个护照办的这个领受这个三宝的这个皈依，你要成为一个三宝的这个弟子。然后这个成为一个三宝的这个弟子了之后，你开始要深入的要这个修这个法门，你要能够可以证得所谓的究竟
或者是菩萨的这个究竟如来佛的果位，或者是菩萨的果位，你要受这个大圣的这个法门，所以你必须要接受这个菩萨戒。那如上是一个前证版，前证版。然后你已经成为这个菩萨了之后，你要证的这个佛果当中呢，必须要透过净显宗的法门跟密圣净刚僧的一个共同而所灌修的这个法，灌修这个法门一体而所灌修，所以领受这个密圣的这个灌顶，所以如像你买这个飞机票办。所以因此假如说你有了这个护照，你有了这个签证，但是你没有买机票，也不可能会到达你要去的这个目的地。所以同样的，你领受了这个皈依，也你领受了这个菩萨戒或者是密圣的三昧戒只有这个戒也不一定会到达你的目的地。那因此呢，你不管是你受了这个菩萨戒，我们应该遵守这个你受了这个皈依戒，你应该遵守皈依戒的这个戒条。你受了这个菩萨戒，你应该如法的遵守这个菩萨戒的这个戒条，或你受了密圣三昧戒，你应该如法要遵守密圣三昧戒，才能够可以到达你所要去的这个目的地的这个部位。今天我送给娘娘的这样本来提前一年三天的这个样子，我可听明的是听明的确定听明的抗杀的这个没了当呀，样子提把明白的确定的今天的这样，我可提前把的听明的听的是那个提把清白的抗杀的确定没了当呀，把听的满意吧，抗的样子提把送给浪的人把听着抗杀进那三级的恐慌脱下了把这恰上话题浪漫的逻辑音吧，这些都是我的天对曾经也别喜欢南京，本来就提拔送给浪漫这样的建造给人把南京一把去建造给人把这个钱能够看不透的都不用了，建造给人把我妈的了恐怕麻烦罢了，恐怕的不同嘛的建造给人把我妈同时没把人呢恐怕有把证据给你刚才的同嘛的建造给人把人恐怕没我妈有把基本的钱呢看不透的同嘛的，等于建造给人把恰恰嘛这个也把也把地拖了，俺让给人恰上话这个恐怕半年，那个抗辩拖个那个难心情的，看到人家那这提拔送给，让给人把恰上话这个拖了，等于这苦巴当，提拔送给让给人把恰上话这个拖了，没巴当，提拔全部提拔送给让给人把恰上面拖了，娘娘又把这钱呢，等于也上这个上都不有了，哎，等于现在等于上这中间那个当地，江边城就能够送到，提拔送给民众拉斯。提拔送年头的提拔堂，南山这个提拔堂，提拔前辈的南宋部的干啥子样？考完了，讨了几位的，南边人吧嘞，提拔送进去了。完了，他们讨了土金，这个土边的呀，提拔送卡的外甥的妈的，提拔几根这个内送吧嘞，南边人吧这边告诉，提拔送给南恰上话钱娘们结果嘞，他了他们讨土金没有这个土边妈妈的干啥呢？他们讨土金这个不是。也是我的当年三级跟那么同的准备也是这样的投资了中国的生活的什么东西也是等于是告诉我的提拔也那样人际关系也那样结果呀，东北生活的也那样人不行的那样结果呀，我的那些等于是三级给很多的他给去送过程中或者人不行的看上几个等于是就了捐公呀原定主要的等于是他们明白几个你现在那边多，你两个国家都是前面的人士。就是小乘大乘这个密乘的这个观修的这个法门方面。那我们有一些人自己认为是个大乘的修行，所以你会。看不起这些的小乘的这个行者，或者是小乘的这个法门。那同样的一个小乘的这个行者，有一些呢会他会看不起这个大乘的这个行者，或者是这些大乘的这个法门。那严格上呢讲，应该并不是这样的这个分别。那我们应该是无论是小乘、大乘、密乘这个三乘的这个法门呢。共同也一致而所修能够可以得到的果位是究竟如来佛的这个果位，果位是这一致的。所以以上我有讲过，就是小乘、大乘、密乘呢，就是如像一个
房子里面的这个楼梯饭。所以你要到一个你要去的这个房子或者你要到的这个房间，你要有这个楼梯。那这个楼梯只有有下面的这个楼梯，上面没有也是行不通。那只有上面下面没有也是行不通的。所以楼梯呢，应该是依这个顺序上上上上，一定要完成才可以到的你的房子里面。那这个只有楼梯有这个楼梯，假如你自己没有真实行走，也不会到的这个房子里面。你必须要自己有这个行走才可以能到的。所以同样的，不管是小乘、大乘、密乘这个三乘的法门呢，如像这个楼梯般。所以依这个顺序，你自己如法修行，你对这个三乘的法门具备了这个诚心，你对这个法门方面十分的这个熟悉，才可以能到达究竟如来佛的这个果位。所以在释迦牟尼佛在《文殊名号经》里面呢，如是云。无论是小乘、大乘、密乘、三乘的这个法门呢，一个修行的这个次第，所谓的修行的一个道，一致的这个道。那你修三种的这个法门，是不是得到的这个果位呢？是不是有三种？并不是如此，只有得到的果位是一致的，那就是无论是你修小乘的法门、大乘的法门、密乘的法门，得到的究竟的这个果位。就是如来佛的四身五种的这个智慧的正等正觉的这个果位。所以因此呢，我们无论是任何的这个小乘、大乘、密乘，都是一个修行的这个次第啊，你得到的这个果位是一致的，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这个具备这个信心。那同样的，所谓的佛陀所传的这个教法方面，无论是净显宗的法门、密乘金刚身的法门，也是你得到的这个果位呢，只有这个一致的。这些的这个法门都是针对是一个行者要化解他的这个缺点的染著的这个障碍，能够可以具足一些这个智慧的这个功德的一个诀窍的善巧的这个方面，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这个看法跟这个想法。啊，这样的那边呢，他们的提拔孙给南面，是南的，那东巴孙给南面，我们托了那些空气颠簸及重爱呢，那恐怕恐怕了呀。로고양로늘자결했을때마도난지금엄해기변해말이짬로내고주대짬로게되네지랑자당짬로게도자주소도는그새게도난시다매원로지전에양지양토산로지잡대와있는마디거래텐데그냥사뱅이되숨도갈것에깜바이야지마디거니가되네제외주스깜바이찍네바땜번로지조사많이해봐있나지차리주란로지쏙因为第一集了，刚把你把的呀，加一下吧，因为刚才的人多的是，我听说过，对，因为他说恐怕谈不得，买个江浙那样我做过，因为因为这江浙给大家，江浙给托家，啊，听说也我这先把这钱呢，我到天天给托呢，也是把钱能赚下来呢，因为这用用的茶叶的，用点切的茶叶的，也这样呢，赚交外头来用的，对，因为用这边呢，他说赚重要了，差钱一些送的，谈不得个没细胞是呀，对不对？本来江中的我姐呢，江中的东北就修车回去了，他就特别讨价开人多，门特别讨价开人多。他说也不就马些玩意那样，我就送些啊的那买了，等于得了等于弄出用些玩意来，等于咱弄出用呀，多谈不着，下钱谈不着，没些把事呀这个。等于那就江中的浪多，他说加上先把这钱呢，等于第一桶的人把钱多，那就抢救生给他们，等于等于呀。要见着呢，三下给你拿两桌了，来几个桌子，两桌过来 ，yes。无论是三乘的这个法门，或者是三种的这个戒律，都是一个修行的这个顺序。所以我们首先从基础的方面要熟悉，或者是打这个地基。才能够可以直接才一步一步的进入到这个比较上层的这个修行的这个部分。那假如说你一个基础的这个皈依方面来讲，你完全没有熟悉这个皈依，你不了解这个皈依的这个戒条，那这样的这个没有打起这个皈依的这个方面，直接修比较上等的一些法，那这个部分呢、比较容易会有一些过失过失的这个部分。所以在这个上面的这个大圣的如水云，
就是你一个脚角度没有踏稳，你要脚第二个另外一只脚容易跌倒。所以同样的，我们所有的修行的一个基础，皈依的这个部分，皈依的部分，你没有如法的熟悉这个皈依的法门，或者它的戒的方面，没有那么所谓的舌根趣等这些没有那么详细的这个了解，你要直接进入到一些比较高的，不管是其他的一个修行方面呢，容易会有过失的这个问题。那平常我们的所谓的过失啊，就是所谓的过失方面呢，它的这个缘起点，所谓的缘起方面有四种。第一个叫做不了解或者是不知啊，不知。那什么叫这个不知呢？你首先这个对皈依没有详细的研究，你对这个皈依的舌根这个区域不了解了之后啊，不了解这样的这个当中，你直接接受这个所谓的菩萨戒或者是密圣上面的戒，那容易会有一个过失的。所以因此呢，首先你应该是对这个皈依详细的这个了解，然后它的这个戒条等，然后就是熟悉的这个了解之后如法遵守，然后会进入到密圣菩萨戒，然后进入到这个密圣上面戒，这个才是一个如法的，不会容易会过失的。아근데인도변은흠아이네토라놀주지총아래타임스나타네주구제빠르네아디샤데자아기빼개바당주토섬점에제가들지인도근데제배라당부변은땜바나들게갑수산재게땜바농하용수도바상남마늘바들지유르하던데지마바로용도야구로총알래야바로바로도와지라아직추억이나라강사하게논출들의테스트를쇼네요런로테스트를차용도이래땜바치들기값으로이땜바대닥들다야기치도이래자는마반짓다조지바대아드시마댄댄쇼다대쇼도댄댄쇼텐데낭초로자와서야되래이래낭초로자와공자아라편에다조지마별로별로지에이래지교육이유라지재단산재쯤된데기땜바용수도가지흠에뒤수중화레대예나야지반참된데라현재강사하게쯤기추유된데대에서등산캔산으로지차용도로스텐데도서정말좋아이조지별로낭세야쉬아등데세연도이조재단낭초로사와니편준추유기도로까모마무낭용도재단낭초로사와대뱅개바섬지면제가들어진게있어요이인연도조재기도당나당강기토라양간진으로낭용도남소로사와게랭따다도다되는잠나와다고다레지총을대중용도조우집에항산에또별강진기중은케바출항난진유용도산지기땜바다들도출항당에대해서는로그야된도스다들의순간에대소용도가동남소로사와게우측잠에뭐투네인지미지지표도가난거에스대소이니마집에조우집에야다든데있나지난주랑의책기돌아농하강기돌아저와저와있는쪽에랭통미들이되게누대있는야되네지소다르단장심상하닌투당랑상제티과침부기추등수주랑기되네지냠내집에가서간대치기요요생들이냠내집에가서아니소소소소냠내치기요요스변하지닌투르징기티과닌투기추냠내치고야되네지야아티과침부장심넘는게되는게장주기승제냠내치고야상하넘어가얘기되는게상하냠내치고야서네랑창마들내찌기돌아냠내마인바강사소수소수냠내인바라고그래서야근데쇼용도이조지기아로자와래스래스로자와래돌아창도숨었다저치가뱅개방도되이나되는냠내기돌아시에용도이전한테너른도스가르치는너바라서는산지교수배추사추교공부예치시도용수도봐너는아티버순창마들강사찌기냄토찌기냠내는순잘시바지소고그래스이마중원이나나바토니팀의이시들의톡톡말에서는조지마아깝지않아고주대행결이나지에는조지공력이별로가진최소한로들어장출남전점에서야된주지상나와래이된주지당분에지구총등최순기이래지냠냉기지만이양고주대이는다르다네상하기제조기냠냉기파도농하기지냉가용수도와지금용용지기도마이자제와제와이바다대인도지금송금이야등수공만하신전에어떤지남기신바칸진다지인나양강사찍기주의잘고래스강사찍기주의잘외가소양당분토사님고마주마사님고주래스그냥개발신다기차체인게따와드뼈사고래
장로단 텐준 해가 같은 것이 다 개 말해서는 순도 요래데 이제 대선 보는 그 순도 어 사 제시어도 사쇼디 장로레스 장로기 때문에 망시 땡부지 좀 마도가 있나 근데 상가 도시 때문에 컴버 잡도 말해서 말해 빼는 거도 되네 지 컴버 봐도 되게 지고 망 땡부 맹해 지거나 아니 컴버데 거지 제포다 요래데 이나요 로 진행이 되라 얘는 나와 가시게 되라 컴버도 거 돌아 자야 이거나 신뢰도 요래서 근데 연구 어제 남은 마산에야 차주 소부를 선다 양해를 선바이 때인데 간다 양다 드레지게 돈이 온 주로 나스 다 되는 게 되게 주도 내려 오지 就是这个方面有一个故事 那就是当时呢印度有一个 成就者十分有名声名望非常旺的一个成就者阿底峡尊者那这个往昔在西藏所谓的早期那就是无论是净贤宗的法门密信金刚圣的这个法门所有的佛陀的经典跟论典引请到这个西藏已经翻成藏文版有一个完全的一套的一个完全的 那后来呢就是中间呢有一些人的这个因素这个法的方面有一些瑕疵跟这个漏掉所以在后续呢就是希望能够可以这个法的部分呢重新整理有这个重新编辑有这个整理所以当时有一位翻译师叫做囊措罗扎王那他呢有前往到这个印度要请这个阿底峡尊者阿底峡尊者是 这时候是印度非常有名的一位大成就者所以希望能够他请到这个西藏他来能够可以所谓的整理这个一个所谓的不管是经典或者是论点所以当时这个囊措罗扎王呢前往到这个印度了之后他拜访这个阿底峡尊者那他要请到这个西藏那这个囊措罗扎王这个翻译师他本身是非常对这个佛法方面 十分的这个研究他也是有这个成就者所以阿底峡问他不管是净贤宗法门密圣金刚圣的法门任何问题他都一一的可以能这个回答所以阿底峡尊者说如果在西藏你像有你这样的这个成就者那我为什么要到这个西藏我不必要到这个西藏那他就拒绝了 但是呢这个囊措罗扎王翻译师呢再一次的这个一直邀请这个阿底峡尊者那有一天的这个阿底峡尊者说好那我问你不管是净贤宗法门或者密圣的法门你都一一的正确的这个来回答那我问你在你实修的时候不管是净贤宗的法门密圣的法门声闻的法门怎么实修那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囊措罗扎王呢回答说 这个就是分开的这个实修然后是声闻的法门呢声闻的根基有分开的实修那所谓的大圣的法门就是大圣的这个法的这个实修密圣的法门的独立的这个实修那这个时候阿底峡尊者说你这个翻译是糟糕了那就是应该实修上面的你完全是一个错误的所以应该这个这样的这个观点或者这样的这个看法我应该要到这个西藏一趟 所以他呢讲的是不管是无论是净贤宗的法门密圣金刚圣的法门实修的时候呢应该有一体的这个实修并不是一个分开的那如果是分开如何能得到要证得正觉的这个果位这是行不通的所以因此呢有如这个一体而这个实修的所以同样就是在阿底峡尊者后来西藏了之后呢第一次 第一个就开始著作了所谓菩提道论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修行的一个方向跟修行的这个顺序不管是净贤宗方面密圣金刚圣的方面的一个顺序的这个方面著作了这个论点所以同样的依这样的这个看法这个基定格博大师也是如是云我们修行依这个顺序但是呢修行必须要用一体而这个修行不能这个分开的 不管是净贤宗法、密圣法门一体而这个修行，那么所谓的
就是虽然是一体的，但是呢我们从要首先从基础方面要是个修，我们不能直接这个跳到比较高的这个或者比较深的这个方面，这个容易会过失，或者是一些不如法等这样的这个缺点。那就是如像一个打这个地基房子的这个打地基，你应该要先打地基稳定坚固了之后，再盖上面的这个房子才会稳定。如果是你地基没有打好进而盖了这个上面的一些房子呢，容易会倒。所以同样的，我们的这个修行也是一个基础的地基，就是这个皈依等这个发心的这个方面，我们应该是熟悉的这个皈依，我们应该如法的实修，跟你就这个皈依，然后再一步一步来往上这个修行才是会坚固的。那我们直接我会往上的这个跳呢，容易会有过失的这个问题。那很多的这个大师们讲的皈依，这些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不一定要这个严格来这个实修，也有这样的。但是今天给我们大师的皈依是一个十分的这个重要，所有的修行的一个基础就是一个皈依，如像这个房子的这个地基般。所以因此呢，我们应该用这样的这个顺序，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这个看法，这个修行，希望能够各位法友们也是用这样的这个顺序来这个观修。那今天的上课呢到这里。就是可以，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访问。那你一直帮着他天天养养着一直进的车一直他在你罗就一直在上面。那我们就是他所谓的佛法的这个考试呢，已经考试卷呢发给各位朋友们，那现在你们可以来回答，可以。
我们就举个例子，我们主菜，一个主菜来讲，就是可能会有先第一个步骤就是加油，那第二个步骤呢加盐巴，第三个菜的时候可能加这个菜，加菜，但这个顺序就是这样。但是呢，你加这个盐巴的时候，不会说油不见，油还在。然后呢，你加这个菜的时候，不可能说会盐巴跟油不在，还是会在的，它们三个可以融合在一起的。所以同样也是一样，我们在修行也是一步一步顺序来这个观修。但是你到最高的这个境界，假如是你到大乘的时候，不一定要放下小乘的法门，它也是可以同时可以观修的。所以就是依照这个顺序来说，但是不是你到那个的到那个高的境界的时候，不一定要放下后面的所有的这个法门，它是可以呢一体可以呢观修的。所以这个才是成为是一个顺序的这个观修。那如像所谓的不管是在顺序先到这个油盐巴或者菜，那最后呢融合在一起，它没有融味道呢融合在一起。所以同样的，不管是你修这个小乘大乘法门，依这个顺序最后还可以融合在一起。但是你到最上面的这个修行呢，不一定要放下所后面的小乘的这个法门，了解吗？七点好鬼是吗？还在讲，笑死了，你还在讲鬼？那有什么问题？不担心。所以他意思是说，其实他整个的你基本上他是融合的，只是说你的根基是必须一步一步上去的。那个大意思，那位大意师去他问阿迪夏问大意师的时候，那大意师的回答是不是就是就像我们所理解的，他就是本来就是要一步一步上去的嘛，你懂我意思吗？你这个也还是一步一步嘛，你放油放盐放菜，知道了，或许知道的区别的到放这那。红包证明的这个的就是了，你那的你们领着的红包证明是多少？可是等你的等于的罗早学员，阿弟现在存在了学员的单，或者麻烦你可能麻烦你看看嘛一嘛，就是学员你们领着的红包证明先做过，等你学员了是。等你学员嘛，这个是干什么？可能看上看上经过的是学的，他娘们今天的很多的代码在玩，他可能浪钱，很多的钱很多可能浪钱的嘛都，那些个干啥这个从娘们的钱呢？다시냠냠지혜게깨져비안마시고그러고다시가서소소소소냠냠됐어다른것은들도가서캄바찍이나라나드네몇숨러지기는이네카라기리들어야짬반야나채이네쇼도지는디카라데가서숨채우기틈은게카라나진지는문제맞네가서숨소소소카라이말없지근데산지에게숨되기는최근에가서소소소소다시가시기이네지说的感谢给强生，感谢给上海沙亚马都，刚才这个剧给他们录制了，你讲的马上完一个了，对应的肯定拿来也送。就那刚才这个剧了，人把人都得过了，俺不说的了，那强生肯定上海沙都过了，你那对刚才这个剧给他们录的这个，你那天天忙一个，刚才说，刚才他这个送给娘娘的，叫送给拿来也送。那我们就是说当时这个大意是说回答的部分了。它并不是说一个顺序的次第，它只是说完全是分开的，这个法门是完全是分开的，所谓的经贤中的法门跟密生法门是完全分开的。那举个例子来讲，是实修法门，如果是实修法门，一个人来讲，一个人这个实修，不管是经贤中法门、密生法门，这是合理的。但是它的就是经贤中法门是另外一个行者所要修的。那密生法门是另外一个行者所修的，所以这两个法门是不能合在一起的意思。所以我们觉得举个例子，假如是一个房子里面有三个人，那三个人的饮食可能有这个青稞粉啊、优酪乳或者牛奶，那这三个这个饮食呢，可以三个人都可以共同可以使用，但是如果分开了各自是个使用，那同样的他讲的就是不管是别解脱戒、菩萨戒、密生上面的戒，是不可以一个人可以受这个善统的这个戒的意思。那如果是一个人可以受这个戒，那就是这个是合理的，这个是所谓的依照这个顺序的意思。那如果是一个人不能受这个戒，那是分开的，不同的受人来受戒，三个人来受这个戒，那这个是错误的。咱们南朝的这个基本嘛，人恐怕不要了。啊，这是从天门过道，这是。
산지교 선배 최대랑 콜로 좀 봤으면 시행인데 중국어 담보대 니트기 냠니 코나레스 중국어 바바대 티바 첸부기들이 냠니레스 중국어 타마대 그네 니트담 티바 최종 투몽기들이 냠니레스 이인데 티바 첸부용 콜로 바베기 주 냠니 쟁겐다지이나 콜로 담보기 주에 냠니 제가 개친구스 말레스 그네 콜로 담보 냠니 쟁게 가사 등속이 중국어 바베기 냠니 데 제고 말레스네 중국어 선보대 가사 소소소로 잔도요 대인도 대란 지대 송을 가서 송발했으나 충골 남송 코르지 또베 체발에 선도 충골 숨세야 돼 가사 찍기 냥네 좀바 야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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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좀베 좀바다 잘고로 마 또베 가사 파대바 숨기 되는 냥네는 잔시나 말와래 송발로 대인도 아테나 군다 된도 네 직지 관로 지네 아 这种的这个观念 当时西藏不只是只有这个囊措这个翻译师 还有很多的西藏的这个大师们也是有这样的这个看法。那举个例子，假如说佛陀呢，当时传了三大这个法轮，第一层法轮，第二层法轮，第三层法轮。那很多人的看法是，第一层法轮是小乘所的声闻所修的这个法，那第二层法轮是大乘的这个大乘的行者所修的这个法门，那第三层法轮是。 小乘跟大乘共同所修的这个法门，所以很多人的大师们就，如果是你专修这个第一层法轮的这个内容，就不必要修第二层法的这个内容；那如果是你专修第二层法轮的这个内容，那你就不必要修第一层法轮的这个内容。有这样的，它分支为各自的这个法门，有很多的这样的这个看法。所以实修方面呢，并不是说一个人可以能修三种的这个法，它是分开的。 所以，同样这个方面呢，这个吉殿，吉殿给佛大师呢反驳，如果是一个人，并不是在一直所谓的以这个顺序做分开说的，它是一个反复的。所以的佛陀所传说的这个三大这个法轮，是一个人行者修行的所念的一个依照这个顺序，并不是一个分开各自的法门。 二三三。